感谢杨千石哥，咱在一分钟后准备正式要来开业，赶紧，我们邀请咱来临时坐坐。高雄三凤宫，九天民俗乐团绿花剧场正式开业，开台，大吉利。相信着上天的慈悲，上天的感应，所以咱对敬天、敬神、敬地，是每一个人拢一定爱来遵守的。新馆
长三公尺，重量五十公斤，所以啊，要做到这个将军啊，这是咱时代台湾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赞的特色。战鼓开场，我们晚上的演出正式演出，掌声欢迎九鼎秘书集团！尖叫声，尖叫声！